样只能往土里面钻，所以它有一种不能发芽否定的意思，它的反义是是这样子。那流的反义是停止，停止，现在没问题。OK 哦，那不的主要的这个草字也是写一个啊，我们现在流水的流的右边，流水的流的右边也可以写成这样子，没问题。那孙过庭是在不要的部上面又多加一个长门号，孙过庭，这是书谱，没有写吗？啊，所以它的流是这样拉过来，在这一个部，这样。但有时候直接写部就好像这个就是部，所以它是把隶书的部草化，你可以明白，老师刚刚讲这是隶书嘛，这隶书的部，流的部，然后把它草化。所以这个叫章草，文章的章，它根本就是用布，只是末端用一个捺笔出去，不是勾回来的点，对不对？所以很明显它来自于章草。后来流呢，就直接王羲之他们是把它穿上去，好像一个那个注音符号的那个疵，这样，英文看得懂吗？他写一个注音符号的疵，他打勾，这边再写两笔，这样。就是柳的草书 ，OK 啊。然后我是说跟不要的不的草书是一样的啦，一样的啦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不一样。OK， 那不要的不可以看到上面有横画也没有横画的，横画代表地面啊，那是底下有很多很多的根须，那造型有超多种的，老师都很喜欢。这些都是伴随着我学文字学以来，每一个字几乎都写无数遍，超熟超熟的，所以我就把它整理给你们。那我们现在小篆呢，就是把这个三角形慢慢变成方形，变成一个碗形这样子。其实它是底下是根嘛，根须。OK， 再来是篆。篆的话呢，甲骨。